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趣生活讲堂。手机人人都有，那么手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，充不进电是怎样一回事呢？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手机坏了，所以呢就会去修手机。其实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，手机充不进电有一个方法就特别管用，学会了以后很有可能手机就修好了。那具体是什么方法呢？想要了解的朋友赶紧跟着视频一起看看吧。手机充不进电呀，很有可能是手机用久了，它的充电的这个位置堆积了太多的灰尘或者是棉絮，导致这个地方充电接受不良，那么手机也就充不进电了。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试试给它清洁一下，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手机充不进电。大家看这个手机很明显就是充电不管用，插上去根本没反应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将这个充电口给它清洁一下。首先我们准备一点酒精，然后再拿出一个牙签和一张纸巾，我们把纸巾呢给它撕一点点下来卷在这个牙签上面，这样一个小小的棉签就做好了。我们用这个改造过后的棉签蘸一点酒精，酒精挥发性特别好，而且清洁力度还非常大，所以用酒精来清洁就完全不用担心充电口会被浸湿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擦拭这个充电口，大家看只用这样轻轻的擦拭一下，里面的灰尘就出来了很多，看这个棉签上面已经特别脏了。像这样反复的擦拭擦拭，擦拭好了之后我们再让这个手机静置五分钟左右，时间差不多到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充个电试试。大家看插头一插电它就充上了，是不是特别管用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有帮助那就赶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。